警察先生，你美得太犯罪了。你上次诉警察袭警罪。那警察先生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摆摊吗？为什么？我想一直被你取缔。哇！这个节目你要看着我，要看着你，然后把对方画出来哦。哇！小心，不要在这个节目中爱上我。虽然是一个画室，可是你知道这边的原生建筑，它本身是一个民宿吧？我知道，所以是有床，你知道吗？走喽！我只想跟哲熙说一句话，就是终于上当了。你觉得这比例对吗？不是，你看我干嘛？你要看你自己？我看我自己啊！我看你眼中的我啊！太近了，太近了！哎、欸，我们安全之吻的板子。那你现在目前画过，你觉得最好画的是谁？阿汉，阿汉，因为他的角，因为我是画他很多角色，哦，所以他很多角色都很鲜明。然后你是你的难画是因为你长得太好看了，我怕把你画丑。笑一下，你要哪种笑？你最喜欢的笑？我最喜欢的笑是这样子。太近太近太近。